有哈，来，好看的话来点掌声加尖叫声好吗？呼，麻烦在我们主灯的好朋友没关系，因为我们半点整点的时间主灯秀都有。那这个时候，哇，我们接下来表演的团体，哇，跟刚刚我们悠悠家族是不一样的风格。有没有看到我后面的道具？有没有？在主灯的好朋友，麻烦你把你的脚步移动到我们的晚会的会场。在我们南崁西畔对岸的好朋友，麻烦你到我们的晚会现场。接下来表演的团体真的让你们惊艳，非常的好看。来邀请我们的活力五级特技表演团，一连串精彩的特技表演，来，现场朋友掌声加尖叫声，欢迎他们出场，谢谢耶！